天麻的功效与作用吃法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石婉丽，西安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主管中药师。天麻有息风止痉、平抑肝阳、祛风通络的功效。天麻擅长息风止痉，其性甘润不烈，作用平和，可用于治疗各种肝风内动之惊痫抽搐症，而不论寒热虚实。治疗热盛动风或小儿急惊风之壮热神昏，治疗惊厥抽搐者，也可治疗破伤风、破伤风之痉挛抽搐、脚弓反张者。天麻有较强的平抑肝阳之效，为治疗肝阳上亢之眩晕头痛的药药。天麻也有祛风通络之效，治疗风中经络之手足不遂、肢体麻木、痉挛抽搐者。